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。五够赞。只献给神的时间，路加福音五章十六节，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OK， 这边讲到耶稣去祷告，耶稣遇到是他在这个所谓的传道之前呢，他跑到旷野之处去祷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一些时间预留给上帝。那你知道祷告什么意思吗？跟神说话。对，你很厉害嘛，哈，都很会说了哈。跟神说话。那我问你啊，哈，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他没有犯罪的，他不曾犯罪的这个救主啊。如果你这边说哈，如果连他都觉得要花时间祷告，那你有没有那一点点智慧学习他呢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跟他一样，花点时间跟神祷告。你会愿意这么做吗？当然不会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祷告，对不对？你就说跟神说话啊，祷告到底怎么样？祷告一定要有某些特定时间或特定地点吗？应该不用。对，应该不用。事实上是也不用哈，不用特定时间，不用地点，随时随地啊都可以跟神来做祷告。OK， 快问快答来了。你想读谁的心？为什么？好难哦，生命问题。什么生命问题？啊？你最想了解谁？都没有。这个问题真的对小朋友来讲，应该是什么？一个人叫苏的最后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陈的。为什么想了解他？因为他有玩宝可梦啊。哦，你想了解玩宝可梦的人是不是？对啊。OK， 好，那今天我们的我们的今天是吧？那个标题叫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忘了。糗哎，你这样都忘记，那就重来一次喽。不要。今天的标题叫什么？那我给你看看啊。今天的标题叫做只献给神的时间。对，所以只献给神的时间，总是要预留时间给谁？给上帝，给神。谢谢大家，拜拜喽。